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朋友圈，它连接我们所有的人，所以我们都不希望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，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幸福健康的网络生活。所以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，央视网发起了2015中国好网民公益广告征集评选活动。在这个活动当中，获得金奖的公益广告作品现在就在我们身后，大家请看。当当，加减乘除这四个符号分别代表着加强网络防范意识，减少网络负面信息，惩罚网络虚拟陷阱，除掉网络违法犯罪。只有实现了这加减乘除四个符号，才能真正实现我们老百姓互联网加的幸福生活。